好，OK，来各位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元的实验室。我们来今天聊一下我们主题二的地方哦。主题二的话，这一段其实哈、哦，OK，我大家是老朋友，就不介先不多做介绍，是希望说大家在有教学之余的话，有一些，哎，这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可以有伙伴们的分享解决的话，解决议题上的问题。到很多同仁们有教学热情，但是看到硬体软体全部卡死在那边，那就变成有热情没有用啊，没有实际上的东西啊。好，那现在那个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来认识单向投影机的插口，HDMI 线，HDMI 母母头10块20块。我先暂停。上的看到的是什么样子？线上看到的大概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也就是说，它会有个。4年前，我就抓住说，显微镜在操作过程当中，目镜用这一颗，但是它过程怎么样让它看到你手哦？原来这样子动那个过程当中，或怎么移动的时候，对应到显微镜看出来效果是什么？所以至少有两个镜头。好，那等我后来已经解除了到现场来上课的时候，就发现另外一件事情。我要投影，假设说投影这个培养皿，这培养皿，那我用 OBS 去抓，就现场看不到，就现场看不到我现在这个小画面一样。我用的软体啊，CHEESE，它就是一个软体。好，那这个软体呢，在这边来，像阿伟在这边。OK，就是现场东西，这个东西叫即时串流是什么？我忘记它的名词哦。不同的软体一定会有，这时候呢，我可以用不同软体去接它的时候，它就会看。那现场的话，现场看画面的时候呢，哎，做画面的你看不到，你可以看荧幕，就看到了。也就是说，那这时候呢，我的 OBS 它现在 OBS 现在抓的是我的画面，它就抓这个画面。所以他抓得到，然后呢，你现场路上看到录影也看到，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。好，这边也是慢慢自己摸索出来的。原来现场跟线上要兼顾的时候呢，找几个软体，那其中以 Windows 比较有名的，像 VLC，VLC 它可以去设定它的串流，就是它要接去哪个硬体，还需要做，就是。我希望透过有线连接，我可以就可以做什么？未来希望透过无线连接，我可以找到，但是我测试没有成功。无线连接跟我的这个连接就是独立的，这样子一条线接过来变成无线的，然后这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那这一台现在是1080p，我们现在的环境是1080p。那我未来想把这边改成 4K 的画面，是像这台 1080p 的话，这一台的话，像我现在就同时间，对不对？这个就给它起来。好，这台单箱的话呢，它在这个环境之下，这个也用一段时间了。那现在最便宜的入门的 Optimum 的话，那个一台1万左右，然后如果是 4K 的话，要3万多起跳。到时候起点好，然后就只能说，好，就大家加油哈！那学校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啊，学校支持我们的。好，来，那现在我要分享一下我们的那些接头的问题啊。来这边，讲一个东西啊，先讲一个东西。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？这个画面跟这个画面是一模一样，就是阿元手指头这边，对不对？那这东西。
一分二、一分四，好，就是我上次提过，我们走到大卖场的时候，全部都是同一个画面，不要被骗了啦，它都是用 4K 最好的画质啊，你一般看 YouTube 不见得 4K 啦，它就是播放示范片都挑最好的嘛，好，那它就是用这个，来这边来有伙伴那个。马上大概马上用，这个多少钱都写在上面哈，所以那个就是核销的。好，然后这个等一下会有这个，我就不示范三选一，好 ，OK。三选一，它有三个来源。一个例子，今天的话，我用一个来源的时候呢，这是 input only one， 一个 split 就是一个分档，一三选一，这个比例。远的座机，我可以用这个，就是同时出去变成这个，或者是这个。那我未来其实因为这次预算卡住了，不然其实我会带大家实做，用这两台电视，用这两台，然后实做上就是各位拿你的笔电来，马上查一下，你会发现你的笔电透过一台有，这一台有，这两台电视也有。啊，其实就你看我接过一次，你就会有概念。但是那个要接的布线布的漂亮是另外一个学问。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一分四，然后它本身会有个那个 power supply 在这边，所以一般要买的时候建议买有 power 的，有没有 power 的？对对，来你看一下，拆开里面可能应该会有 power。有下面有电。对，好，那这里会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就是说它的这些都是硬体，那实际教学应用是什么？那实际教学应用的时候呢，很简单，就是说。我现在一分四，我在这个环境，那有些教室很糟糕的地方，就是他们没有进步，还在用传统的 VGA 线。我上次也送了大家的传统转接环哦。那他这样过来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，他会，我就要看这边，跟画面一模一样，跟大家投出去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就一边看荧幕的时候，我就眼睛看着学生，因为这个在那个在美式的简报里面很重要，是你必须看着你的讲者。但是我们看好像没那么注重，没那么注重。好，那变成我就一边看了，这边看完之后呢，头就转回来。以前我是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是这台我自己买的荧幕了哈。后来我有跟去学校申请经费，应该快下来了，就放这边。我逐步换成4K 的画质，所以变成国际生来了，我们自己也要实验室也会升级了，自己也升级。那这个地方就如果说到时候，或者说今天没有带笔电，没关系，随时进来的话，我看看讲一下，就是像那个刘老师拿，这边的话，他这边会有一个那个 input，